好，剩下的时间就给我们吧。看大家有什么啊？对，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请说。你刚才有说到说有其他的族群来参加这个，那你刚才说有印度人也有马来人，那他们怎么要来参与？他们怎么参与这个巫术？因为他们不会有亲人啊，应该很少有亲人会唱这些东西啊。我讲参与这个是这个仪式，通常是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比较少外的。这个仪式很外，因为半夜嘛，很少外人。我刚刚讲说有些人会来请巫师。或是会来请某一些会为这些咒语的人念咒，或是请巫师去他们那个地方治病，是有，这个是有，所以不是来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是请他们，特别是拿药，或是拿东西念咒语拿回去吃，有这个东西存在。然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原住民的巫师在帕汉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不是这个族群的，是另外一个族群非常有名的，就是很多很多人会专门去找他，还是有这样的人，那也是包括不同族群的人。所以，但是做这个晚上这个仪式，通常就自己人比较多，很少有不同族群的人参加，偶尔有一两个，但是那是因为有关系的人，不会是闲杂人等跑来。想问一下，就因为马来巫术啊，在如果是扩本扩，就是马来人的政治里面啊，都相当是有一定的那个怎样讲，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存在那边，就是说可能在政治上角力中的，就是互相用巫术来攻击这样东西啊。这东西可能我觉得在场很多马来西亚朋友，所以我觉得说这可能大家偶尔都有听过了。我只是想说，问的就是说，在你的研究或田野当中，有没有说很像是，这种巫术啊，对于很像政治上的那个博弈啊，无论是很像可能是村内的，或甚至是到更高层次的那个选举等等啊，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可能是大宅问啊，但抱歉，只是好奇一下。基本我不会遇到，因为这是。少数族群原住民的社会，他不是马来人嘛，所以不太可能加到那个系统里面。但是，你说的就好像我们台湾也是会有高层，他会问你算命啊，什么有国师之类的，但是，实际的状态你也不清楚嘛，因为你只知道有这种现象，但是你找了马来西亚一样是这种状态，你知道有些人他可能会跟某些人接触，可是。到底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OK， 没错，通常都是这种情形。但是，表示这个社会这个东西是还是真的存在的。然后，信不信这件事，就是包括说，好像我们在讲生病这样，即使你知道你生病要看医生，你还是会去做这件事情，它是双方在进行的。那以马来人来讲，我想牵扯到背后的那种。精神灵魂观吧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才会在政治上有影响，好像那个四六精神党这样子。多谢。我再问一下，那纯粹的马来人就是有巫师吗？非原住民的？有，也有。一开始讲的那个两颗叶子的那个就是马来人巫师，而且还蛮多的。然后。现在我知道了，现在大部分存在都是像这样的人，马来巫师，在那个石南有一个，在靠近石南有一个很有名的马来人巫师，就他是有名的、哦，有名还是已经有名了？我说这个拉加伯莫还是有名的，对啊，这是有名的。所以，可是为什么他后不去承认说他不是巫师这样子？对，他都是有名的，然后。有一个部分好像有取缔，这个部分也是，这个社会上是半公开。曾经有时间是好像会取缔，特别是那个吉兰丹的那个叫做伊斯兰堡，不是，吉兰丹有一种东西，有一个这种仪式是集体的，Mayan Puteri 是集体的，
它是集体的进行，然后有点像我们集体起乩那种状态。它也是在晚上进行，那个是被禁止的。所以像现在这种单独的马来巫师是，理论上应该是不允许的，可实际上是存在。什么东西是会被允许，什么东西是被不被允许？那个原则是什么？或者说，这要问你。我就是私底下讲，因为马来西亚一直存在这种，有点像同台湾社会也存在吧，就是不允许，但是还继续让你存在的这种东西还是有。那按照伊斯兰状态是不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伊斯兰是不能有这些东西的。可是伊斯兰又允许某些东西存在，就我有点不解，说你中间穿插，或者说伊斯兰教是不是削弱它，反而是强化它那个？对，因为这伊斯兰不是伊斯兰是有它的变化性，就是今天的伊斯兰越来越走向单一的这个部分，对，过去的伊斯兰是有。融合地方的，所以伊斯兰在东南亚是非常有变化性的，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伊斯兰还有很多的神秘主义，苏菲的神秘主义进来，有很多那个部分。但是今天的现代政治是朝向那种正式的那个伊斯兰是朝向那个部分走，是那种是被列入迷信类的，是被砍掉的。这种状态，可是，在马来社会里面它是存在的，所以它很难把那个属于文化传统部分一下就切掉，很难切掉。所以它伊斯兰也是跟那个关系。所以有很多讨论就在这讨论这两个之间跟社会和谐模式的这样的讨论。我想延伸之前讨论，因为我自己可能从一些媒体上面。电影上面或一些可能我听朋友所听到了，就说有些巫师做法的时候啊，很奇怪，还是会用可兰经作为他们像念冲的邪恶个对象，所以想问说是，这个是在现在的环境对我来讲可能是很有冲突，就是说，但现在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是越来越，我会称之为中东化，就很多时候会很喜欢抄袭中东那一套。没有去反省说我们自己伊斯兰教本地文化的意思了，但一方面的话，在巫术里面的话，可兰经还可以出现，而且是从一个影剧经典，所以这当中是怎样一个关系？是为什么会有怎样说这个可兰经为什么会引入到这巫术的那个司法里面等等？基本应该是这样，就是巫术或马来传统文化的本来就存在的。那伊斯兰进来之后，特别是早前伊斯兰进来，他并不排斥当地，或是他被当地融合，还是这样子。所以，包括可能巫师会用伊斯兰的条纹，那些仪式的动作，会用伊斯兰的符号。条纹等等，会甚至他觉得那是圣经是有力量的，伊斯兰的课，圣经伊斯兰经，可兰经是有力量的，他会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会借用那个东西，他不觉得那个东西，因为那是在伊斯兰进来之后，伊斯兰并不排斥那个，然后本地的他也不排斥，所以他可能如果你去翻那些他曾经有些研究或者收集到那些画的。有些你也会觉得它很像道教，有些会像伊斯兰的符号或佛教的符号等等都会进来，所以它只是借用的，但是它做的是他们自己的，它是借用别的东西，借用别的东西的力量进来。那个在传统文化本地文化不排斥。那它的问题在于说，如果我们从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或是国家发展的话，我们会看到另一个路线是。越来越朝向宗教复兴之类过来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越来越把那个地方色彩排斥掉，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的巫术文化为什么借用伊斯兰，那是不对的，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但是在过去，它并没有这么严格，而且，在布什运动之前，
八年之前，那时候马来西亚也没有今天这么不能讲保守，就今天这么伊斯兰的东西这么正统，也没有这个部分啊。以前是更活泼的，那也有可能因为太活泼了，太资本主义化，所以才有不正统，相对来讲是这样，有可能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以前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话，可以。你的以前是指什么年代？1980以前都是这样的。哦，确实。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照不正运动的说法，就是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太强了，然后太资本主义化，太美国化。跟着美国学习，可以穿牛仔裤、打喇叭裤子之类的，所以才开始慢慢的有不正运动，然后要有固定的穿着，然后要穿正式的服装，要戴头巾等等，都是那个时候才出现的，都是打完之后才出现的。抱歉。刚有提到，你说这个是他们等于说是少数比较少数族群，就是 native 的马来人调查这个伊斯兰人，那他们跟这两个也是马来人的巫师的系统有什么同样的一个系统，都是传统的，就是如果我们从最早的这个部分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系统，因为都是讲马来语的，就是马来世界里面同样的文化，只是这个文化。属于马来系统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认知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那其实我们今天认知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包括很多种，包括爪哇人，包括米拉嘎巴人，包括Bugis， 包括其他更小的，非常多种的。啊，有一少部分马来人不在分类里面，更细的马来人，更窄化的马来人。那他们的巫术系统，他们的全部的基本的文化背景是一样，但是各地方会有差异，那基本的背景是一样的，所以可能的是灵魂观都很类似，可能的传统的做法也是都很类似，但是每一个族群都会有差别，会有差别。那这个是指原始马来人的部分。就像刚刚讲过这种族群，那我们今天所谓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的这整全部的，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后来这个建立这个国家政体的主导，所以它等于是这个主人。那另外有一不信伊斯兰的人，才变成现在我们讲的这些人，但他们在语言跟文化上跟体质上是跟马来人是一样的，所以只是说他们就是比较大的差别是有没有伊斯兰？没有伊斯兰，基本上走在社会上是看不出来，就是以原始马来人来讲，看不出来。如果以每个人都会有差别，是因为他头发就卷的。在仪式上，他们像现在就是马来人，他们会一样像马来原住民一样使用歌，就唱歌的形式。马来人基本上没有，除了刚刚我讲的会祭祀的人之外，其他基本上是没有，比较少这样的东西。他做的通常是个人巫术。你刚刚提到说，就是说，他有一些系统，比如说你刚提到你做的这个比较接近南岛，对不对？南岛，对，这是南岛。那有些是滇，像是缅泰那一系，对，那他们的巫术系统会有不一样，看分可一眼看得出来。不完全，有些类似，但是不是完全都一样。然后什么时候变成类似，不知道。也这很复杂，就包括说我们刚讲的三大至十八族群，中间有一些族群是，我们有时候分北方、南方，但是语言也会分北中南，它语言是不一样，但是有些会是文化上接近南部语言，讲的是北部语言，那什么时候变的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起源很难探究。
就说到底原始是什么，这才是。就像台湾原住民，他有一些，比如说四湖就是南，就是他就跟泰雅族那个，就我们就看得出来不一样，就是说我指的不同是这样，就是说，哎，你可以知道，哎，这是希拉雅系统，那这是泰雅系统，哎，有没有这么明显的差别？以信仰来讲，就是不完全以这一套来讲，可能可以分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就基本上可能可以分出一些基本的大概，但是没有那么细致的话。如果是以治病仪式来讲，还都蛮有一点像。